撞车则过了，撞车则过了，兄弟，撞车则过了。OK， 则过是吧？敢当着我的面拿身上香啊，则过。哼，不好意思，你今天遇到的不是天安，是边路之怪。我手机好卡呀，你看我下载都比他们慢一点的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是设备劣势，你懂吗？他奶奶的，我靠，为什么就我设备这么劣势？稳住，稳住，兄弟们，前期稳住，前期稳住。太稳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认真对线，这把对线得顾，兄弟们。当杀！敢在我面前拿出十万香给我打对线，你知道吗？全都是硬血，兄弟，五双刃硬血是吧？完了，我被塔杀了，我失误了，我靠，我的，他这个刃硬血把就是可以把我的减速抵消很多，一下减速之后，我的实场命中率就会下滑一点。OK， 五双刃硬血是什么待遇？咕咕，往哪里跑？咕咕，跑到哪里去啊？咕咕，啊，这咕咕还想走是吧？啊，往哪里跑？他想把你秒了，兄弟。我被秒了，兄弟。把你秒了，兄弟。不行不行，位置太远了，兄弟们，位置太远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完了完了，被套住要死了。得走得走得，别，他是阴险。不行吗？不行不行。哎，吕布，我操！英雄，哇，吕布。干他！一波一波！哇，这吕布是真的牛逼，兄弟！哎呀，这不。